在收看的是三立戏剧台，马上为您播出戏说台湾。高梅年到高，欢迎迎新春。除了年寿，台湾另外个顶多团岁跟你这有关系。关键是一排油灯，古早用竹仔做油灯，后面有狗啊，摸油亲油狗，人称灯狗。听讲灯狗对台湾人无个祭拜真不满，上过天庭，一玉帝都下令二高梅台湾顶。台湾人烦恼，佮将厝的性命送去天庭求情，玉帝则收回性命。因为弘扬化解迎新春。初一，众人就互相恭喜来庆贺。你那乡下的伢神正，说大刚阮二九妹，这是安怎丢？原来是二九妹无烧灯猴，伊说神正来作乱，合家团圆。二九妹做伙来看你那乡下的抢新年，八喜报喜庆团圆。四川台湾上趣味精灵专员到齐，甲观众朋友欢乐初一四句会，金鸡独立迎新春。请收看今日的四川台湾八喜报喜。今仔日是二九，家家户户团圆迎新年，下单买嘛是大出息的。不过大家家拜下拜，煞多多将伊放袂记的，迄就是古早人伫用的油灯，油灯后边有一个狗啊，敢那狗咧，所以仿叫做灯狗。大家相信灯狗吸收几年油灯的精气，会生妖作乱，若无甲拜，过第二九即间甲烧掉，灯狗新年敢真正作乱，穿甲遮澎湃的。奇怪，我是什么时阵把油灯摕落来啊？我还是来把油灯烧烧好啊。现在就要过年啊，今仔日吼是上尾一天，我吼一定爱把这个灯搞烧好掉。什么呀？我替你辛辛苦苦奖金几年呢？你这烦恼太无道义了。我若无算吧，我就是空的。诶，赖浩、赖春，阿母有啥物代志？啊！恁敢有把灯搞起走？无啊，阮头拄仔洗身躯。这敢有可能？来，洪来春，进来帮阿母伫外口倒吹一下，啊，我来去内底吹。好。灯搞起啊！一个乌的，有人偷破我的脚床，这就无人啊！那呢，咱紧找看卖，好啊。嘿，来春，你看，这母生了金鸡卵呢。送给你头发，你莫冤枉我。
我是来交接新年的太岁星君啦，我是神仙哦，你看哦，新年新太岁星君接新年，第七步速速来到你。你笑啥？你嘛足搞怪，这顶帽啊吼，都是代表我新接的太岁星君的证明啦。阴暗主事哦，我若甲戴去头壳顶吼，这新年就自然的来。假使我若无甲戴起哩呢，新年就未来啊。新年就未来，那你我准备赚钱两把，我明仔载袂当神跑啊。对哦，快点的新帽，头剃过来。换个人啊，永远啊，免过你啊！换！哎呀，这位少年兄，你那生啊这尼啊缘投？伊明明是老花啊，哪有缘投？对啊，伊老酷酷啊，面拢是妖花。哎，什么老酷酷啊？来讲话，就是咩？哟，这个叫顶道。你讲话我介听。唔知吼，这位先生，你会当吼替我签一下名，好我留一下做记呀？无问题。你呀，闹白流，吼，你是不是顶高？阿母讲顶高无烧掉，顶高就会变做声。哎呦，迄不是啥物马骝啦，迄是我这支吼的影啦。这是讲咩？来来来，这家替你。哎，你别出来，干嘛行我？我的就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我到手的物件，哪有可能行你啊？哎呦，无爱用我。有个新官，已经甲第三波用啊啦，我想要怪你啊。好啦好啦，你卖吵啦，看我那休息。啊，你看你鸡毛那个龟头噶，你嘛是要扣扣的。鸡毛，那有？嘿嘿，你啊，回头。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我想喊。哦，原来你无这支啊鸡丁，你哦就变鸡了，哈哈哈！真乖啊，来去来去啊，啊，甲变下来。好，你莫去我抓到，你若我抓到哦，我要给你剁给你死。小狗，今个弟兄无用啊！想要捉我，捉袂到，捉袂到，哇，本来要怪蠢啊，我跟你打的。唔好啊！我是时间崩空。大伯，杨来，我要怪你。我本来也怪村啊，我跟你打底，来去啊！快去材料。阿爷都还记得。哎呀，哎，阿爷两个囡仔在阿公那堆积皮啦。阿兄，这是什么所在？我嘛唔知。来顺，你看，这阁有足侪面粿呢，咱来办个会啊，好无？好啊。有人来，咱来带迄个。好啊。小雨啊，有人在这。我是
恁两个装啊咧是啥？你我知，你这叫做吼烦人的囡仔，对吧？啊你，哎、欸，阿种唔免装哦。恁是不是要去迄什么火锅趴？对吧？假，哎、欸、这，这支是我寄来，对不？我来寄这支，我这山寨版昊天狗。就变成昊天犬了！你有买你哦，你会买你会送一个给我无？虽然讲我是山寨版的昊天狗，但不过人这买你是真的是不要叫你啦！你在骗我啥会见到？我已经后悔了嘞！好了，买你叫你蒙住，是真的。啊，无你这贪污敢会是假假？人讲做三脚到白的走，奈何个来村五入妖怪村，两兄妹啊，过拄着什么代志呢？妖怪村看名就知影是妖怪汇集的砖头，老古锥好顶狗，今麦阁出现龟仙姑电光闪现的魔精了。也对伫后面的是蛤蟆拉啊，一家亲的蛤蟆精。妖怪村内底当闹热的，敢讲妖怪嘛团圆，要甲大家做伙来迎新年呢？哎、蛤蟆精，啊你怎搞安尼？拢也无啥物改变啊？那无改变，我今仔日就是换拉啊！你无看我脚较细片哦？哎、你今日有准甲无准，那有啥物差别啦？大事大条，大事大条！好啊啦，我今仔日吼是咧办 party 呢，嘛爱穿像我安尼遮水着。哇，好个！输啊输啊输啊！小小的定狗，因啊一定会把我欺负的。规矩把我家己哦，讲到大尾，我是啊，好，天上地下，都给布置，齐天大圣，哦，天大圣，哦，天亲家。齐天大圣，只不过甲天平悬，啊，那是我比天也搁较悬，所以我呢就叫做土天大圣。哦，听起来敢那足笑着的吼。啊，是讲你是安怎走对阮火锅内底啊？对啊，我是讲哦，明仔载过年啊。啊！我想哦，大家拢惊炮声，啊，想讲来煮一下火锅咧，啊，我食一下火锅，我就好好来困。嗯，嘿，啊，你那形容落伫阮个火锅内底啊？我才听你讲，恁惊炮声，正拄啊！我头壳一顶，你醒无？只要你我心想，这凡间。就无新年，所以就无跑啊下路。哦哦哦哦！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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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拄则毋是有代志要讲？哦，我想着，我为着要参加这火锅趴吼，我去提一支电机啊，结果叫我拄着两个犯人囡仔。这囡仔哪有可能才来咱妖怪村？应该是有人带才对哦。敢毋是你？别再可怜啦！我嘛是妖怪啊，我能不能好好想赢个？我想错你，我真有个电个会追我。忘掉。准备的，你以后就在他们家好好休困。多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大王，我今日虽然头一遍看到你，啊，不过我的心中不知为什么，安尼蹦蹦蹦蹦蹦，切个蹦蹦，安尼跳袂煞呢，不信你蹦看卖。无啦，别了，别。喂。啊？我跟你讲。这人的心脏哦，就是爱蹦蹦，那无安尼蹦哦，就袂喘气啊。哦，我人忝啊，你通出去啊。哦，不过我想要跟你。哎，我忝哦，我歇一下，我歇一下，我歇一下，多谢啊。人讲狗嘛会跋落树架啦，顶狗唔愿新年狗，奈何个来村，敢要当将迪士尼帽啊个手转来来迎接新年呢？是啥？顶狗，我找你足久诶，足不随着你呀！啊，真个袂紧啊，奈你快放下，莫非迄只狗？讲拄着犯人，就是因两个。啊，即马这两个囡仔伫我房间，因若是叫人发现了，我是袂能解释。你明明是顶个，我是了你来。阿兄，你有够歹的，三马甲顶个无够，敢不过真正毋是同一个人。但是伊的帽仔，我伫前帽仔同款，只看到伊个，就知影是你个啦。我来跟你讲，我唔是丁头，是不讲几摆？哼！爷爷，莫白流，你哪有一只帽啊？这顶帽啊，百货公司买的，但是啊，今嘛恁两个，这身躯有犯人的味啊，这偏起来，敢那真好食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所在。叫做妖怪村，因上爱食的，就是囡仔的吧。我放手，我求你啊！这说来啊，爱想些办法，赶两个上等犯人，遐妖怪讲哦，袂放过因犯人来妖怪村的人，大部分这两个囡仔那是讲出去，讲因是对我来的，但是啥？但是啊，要大条。好啦，娘娘，莫搁哭啊！我着较好心的啦，送恁当去还债。啊，不过啊，恁若敢他妈胡白讲哦，我马上甲恁两个劈只落吧。大神，我要你来啊！嗯，是。
是，我来呀、啊！来是。就问咱这蛤蟆精吼，你是来从啥会啊？我来跟抬杠啊，就是要给你关心一下啦。你明仔认真记记，我替你倒一杯小茶，等我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哪会使放你走去？但是你爸，我是你。喂。我好打气啊啦！我赶紧去。哎，阿丽，你怎么去？你先走噻。我不管了，老弟。去回啊！俗语讲，公狗打就打，大王的胃都还袂坐起伫咧，顶狗的这面膜都要红贴破。金鸡的胸部那是无多贵位，伊讲没得无多贵啊，是你是变哪来呢？明仔日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八七报喜。一般所在关于过年的传说是年兽，但是台湾还有一个顶多传说，相传是丁狗对台湾人无甲这事真不满，伊就去甲玉帝斗，斗讲要让台湾沉在海底。那玉皇大帝呢？听到丁狗安尼讲，认为讲台湾人拢安尼无情无义，伊就决定讲伫个除夕迄天暗时吼，要让台湾沉在海底。那台湾人知影这个代志了后呢，就伫个十二月二十迄天，把咱厝的所有福财神明拢送上天庭。到除夕这一天，咱吼把厝的所有会家里的物件拢啊提提出来，主主的是咱即马讲的鬼路啦。等到十二点，台湾竟然无沉了呢，因为吼众神去甲。玉皇大帝呢？苦劝啦，到尾佫知影讲哦，这原来是丁狗拢咧乌白讲的。初一出门的时阵，大家看到对方拢会互相恭喜，也是为了庆祝台湾无沉落去，平安度过这个灾劫。红艳的日头晒到我的心，唤不回一段残忆。我是安尼折磨自己，要予你伤心，爱你用生命来证明。一场误会来分开，只论为了情，甘不知。